的滑板鞋，时尚时尚最时尚，送给你们，我的宝贝们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我都已忘记，但是现在我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就不开心。在我的想象中，她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。她说将来会找到，找到，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我再次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未知多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那个塔拉板。我的塔拉板塌了塌了，真塌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它有时很近，感觉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踏拉板，搓澡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怎么搓也不打滑。像魔鬼的步伐，似魔鬼的步伐，似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就是不打滑。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，在这美丽的澡堂子里，在这美丽的搓板上，告诉自己真的不是梦，真的不是梦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搓着澡，似魔鬼的手法，摩擦摩擦，在光滑的大地上摩擦摩擦。似魔鬼的步伐，似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似爪牙。似魔鬼的步伐，像老妖怪来了，我继续搓着澡，摩擦摩擦，在光滑的地板上摩擦。你掉在地上了，你怎么可能掉下来呢？光滑的大地上摩擦，前面后面左面右面，哎呀妈呀。